7月20日，张朗本来和汪小菲一起带孩子去东京迪士尼玩，很开心，孙子的表现却让他有些心疼。问弟弟，你敢坐那个过山车吗？他说，我说你坐过吗？他说没有。这次跟奶奶一起坐。如果万一我孙子还是不敢上的话，那我也上，我上给他看。他胆儿小一点，谨慎，特谨慎，也不知道他特别谨慎。张兰说，灵儿去做这些项目，胆子特小特谨慎，一点也不像老汪家的孩子。尽管如此，自己会亲自做给孩子看，培养孩子的勇气，言语间有些心疼，也有点愤怒。因为相比于月儿，灵儿和奶奶爸爸接触的时间更短，懂事的3年多都没有奶奶在身边陪伴教导，也没有感受到父爱。而且爸妈离婚后，妈妈又很快带来一个陌生男人。从张兰平时的直播也能看出，月儿要比灵儿活泼很多，这显然让性格直爽火辣的张兰很不满意。毕竟汪小菲付了那么多抚养费给大 S， 大 S 却没能好好教导孩子，没给足孩子安全感，张兰感到愤怒和失望。其实汪小菲和大 S 的育儿理念一直都不一样，汪小菲是女儿奴，认为女儿富养，儿子则要培养他的男子汉气质。几年前夫妻俩参加节目，台湾发生地震，两个人给孩子打电话，听说灵儿因为地震哭了，汪小菲第一反应是男子汉哭什么哭，大 S 第一反应是安慰。哎，我的心肝，你今天有没有感觉到地震？灵，跟妈妈讲。是。你怕不怕？他都哭很大声。又哭？你男孩子这种可哭的。Shut up， 汪小菲。